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。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非常感谢你们。那来玩这一款放置战舰。那这一款已经，我知道它已经一两个礼拜了啦，是没时间来玩。那感觉是一款写实派的战舰游戏吧？没有语言，来看一下四种语言。OK， 我们是繁体中文。那这边是什么？没有公告。那这个是。一些说明吧，然后这边有新符哦，64符，哇，这么多伺服器啊，好可怕啊！应该是一款多国语国际服吧，因为有这么多语言，又有国际服，应该是这样啦。好，新符64符，然后这边是游客账号吧，看一下。没错，我们有 Google 登录，然后 Facebook 登录，然后还有游客账号。我这边预设是用游客账号。好，那就开始吧，来玩玩看。那就不是那一种舰娘啊，比较可爱的二次元风格。先选一个人是不是？哇，有点那种欧美风格啊。那我们选这个马尾，不知道有没有人取跟我一样的 ID 耶？好，没有。反正新服嘛，64服已经出一阵子了啦。如果想玩的人，再看看吧。初次见面，长官，我是23号港口的丽莎中尉，您的采购申请已经被上级通过了，请随我前往接收新船。OK， 那这是我们的。引导者吧，教学小帮手，采购一下。每天都有五次免费普通采购的机会，是哦，有一定概率获得高级舰船。这是抽抽吗？恭喜，这艘新船性能优秀，一定会帮您战胜敌人。春雨级，再试试高级采购。好，高级采购每天都有一次免费的。好，每天免费一次。米米之级，四颗星，那我也不知道好不好哎。幸运了。没想到，就一开始都是送的啦，送先送一用。这是我们首个航线路径，然后一支一挂机系统运转起来。挂机，放置挂机，然后改成战舰就对了，但是是比较写实派的。好，不错，挂下去。货舱空间有限，挂机收益。现代人什么最缺？时间最缺。没时间又想玩游戏怎么办？玩挂机游戏。什么？没自动了都不玩，有自动了才要玩。懒人必备自动按钮。收到支援消息的时候，我就刚刚是不是有点闪了一下、啊，不闪退了？来嘛，来嘛！新船交接的，还说这是故意做成讯号，没有讯号，这边应该是讯号吧？好、讯号。他们两个在对话，然后是讯号。各单位注意，敌军即将进入攻击范围。这个配音应该是大陆那边的声优吧？配音员比较卷舌一点。那我们现在只有两艘嘛？好，没错，我们只有两艘，不会太难啦、啊。放置挂机。不同战舰类型之间有克制关系。这边有基本的克制关系，说那个关系，驱逐、护卫、潜艇、航空母舰。好，然后这边补给舰是不参与相克，就稍微记一下吧，不记也没差。航空母舰应该是派那个飞机吧。航空母舰打这个驱逐舰，应该是我们克他吗？这几只是驱逐舰吗？这里有写，没错，航空母舰是三个三角形嘛，然后他们是驱逐舰，是两个杠，两个往上的箭头。当兵的时候是冷挑吧，两挑，两挑是多少？二兵一兵啊？那他们是国外的军阶吧，不一样。好，等级二。好，回来。漂亮的胜利，长官。仓库。所合成的战舰，然后可以把碎片合成。恭喜您获得了这艘舰船。这是潜水艇吗？感觉是潜水艇。回收中心可通过回收多余战舰，这边换取常规资源，来试试选择这艘低星。
把它回收，哇，马上被回收，回收之后可以得到这些东西。这是战舰升级还有突破品阶重要材料。然后我是留声机。现在，请让我带您前往强化战舰。好。每当您遇到强敌前，别忘了点击舰船强化。强化。工程师，这是我们现在比较强的。花费一些，干得漂亮。航空母舰。再试两次。啊，这么简单哦，就点一下就好，是不是？现在。我有信心，我还看不出来，他应该是消耗这个吧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没有观察到。让我们继续，因为画面的数字，我现在资讯比较多，然后我要看比较快。长官 ，OK， 请下令继续。通关之后就可以在那边挂机耶！哦，挂机收益只有十小时哦，就是你睡觉的时候有没有？又是这一招啊！睡觉的时候起床重弄，中午再弄一下，下班弄一下。紧急情报，长官。敌军根据我军的阵容调整了策略，可恶，派遣了潜艇。这个我们要驱逐舰吧？是不是？这个家伙出来了。北海舰队，这个东西克他吗？前来支援。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。这个不能点吗？我可以点护卫舰、潜艇。每当舰船攻击，打叉的是潜艇。看不出还是潜艇啊！哎、欸，反正赢了，胜利。好，继续。来试试领取一次挂机。好，这是挂机的地方，要点这个战利品，就是你起床之后你就领一下。好，刚刚有人给我留言。好，返回。消耗一些低级装备和现装，返回。时不我待，请随。请点击一件装备。哇，自动为这大家这个也要装备哦，装备这个东西。恭喜您已经基本上掌握了舰船的养成方法。好，现在请高级 AI 加速。试用三天啊，这是 VIP 吧？高级 AI 加速，有没有？感觉是 VIP。重返战场的时候到了，长官。收益率代表着当前挂机的整体收益哦，135%。刚才的高级 AI 加速已经全面生效了，就是 VIP 嘛，特权。前往下一个海域，然后怎么样挂机？战斗。Incoming。那看一下他们是打叉的。这个是提康德罗加吉，我们没有半个认识的。十万火急，长官。因为我对于那个战舰很不熟，应该说我对军事武器没有那么熟，完全不熟啊。我垮电没有多，这边还有那个潜水艇、欸。潜水艇克我的那个航空母舰啊。我的后备部队也已经抵达战场。我们应该有援助吧？然后这边能做的事就是没有，只有两倍吧，现在还没有，要30等，然后还有 VIP 一才可以开。那这是什么？这是生命攻击，反正这个应该是我们的 buff 吧，是目前的 buff。然后我们能做什么事啊？没有，不能做。好，没有，什么都不能做，就赢了。终于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圈，但根据这样的玩法会比较简略一点、简易一点。你连个技能都不能放嘛，然后也没有排兵布阵啊，目前没有看到排兵布阵。不用客气。妈，音乐是那种交响乐吧？我不知道有没有版权哎、欸，待会再来看看吧。有些音乐它很容易吃版权。OK， 那点击挂机是舰队经验。好 ，LV4 可以派三只，可以多派一只。来编队一下，采购使用高级采购券，全新战舰。现在萨科拉门托级可供排兵布阵了。点击基地内的航母，能快速跳，将它放在这个位置吧。对，是新的。你已经完全掌握了海军基地哦，
您将驶离于我的通讯范围，所以你已经，别担心，我会一直在这里。你已经要离开我们了吗，小帮手？小帮手不见了，把他叫出来。任何困难，或者想要变得更强时，请一定记得前来找我。好。最后，把绑定账号啊，不用。将会议记录与社交账号绑定，绑定成功后即可前往。哇，一定要我点嘞、欸！天哪，我不要点呐、啊！哎呀，好好取消，取消了。新人福利六天。好，领取，领取了嘛？哦，这是第一天，时间的话还有1小时52分钟。那依照这个时间看来是五点会更新。哦，五点，因为每个游戏它会有一天一天的那个时间，因为它是国际服嘛。国际服时区就不会用我们台湾啊，我们台湾12点可能别人是别的时间啊，所以它这个是吃某个时区的时间，可以这样判断。OK， 那我不知道它有没有那个模拟经营的部分、欸、就是建造一些东西啊，养成啊，建筑啊，盖一些什么装备，哦，飞机飞过去还蛮帅的。来看一下哈姆，好，系统设置。好、哦，没有，就打开音乐、音效，然后还有语言，没有画质在调整，就这样。好，这个是公告嘛？没公告吧？对啊，没公告啊，这是改我 ID 啊。好，展开列表，收信，看看有没有奖励，就是 VIP 每日津贴。因为我刚刚有那个，他有送我这个试用嘛。好，送我这个试用 AI 加速，送我的时间是3天吧，是不是？还是只有一下下？不晓得。这是好友，通常是好友，好友。这是 rank 吧？果然是排名。应该很强了吧？这些玩家，你看都国际服，你就会看到韩国玩家，还有其他，大部分都韩国玩家哎、欸。那我们台湾玩家应该还没有吧？他们可能玩比较久。那可是这个伺服器才刚开啊，还蛮新的哦。这个是新的福利，应该是7天呐、啊，哦，7天。他说7天嘛，七。可是这边看起来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好。那档案馆可能是图鉴哦。来看一下，这个是我的钞票，免费次数。购买会用金币吗？没有啊，我不知道他扣了什么东西。哦，这个啦，他会用这个金块。刚刚是免费嘛，啊，之后就是要6个金块。那这个金块应该就是我用我们台币去买。哦，要储值嘛，像这个是美金，用美金来买这个。月卡，高级月卡，还有手充。嗯，好像就这样而已齁，它的储值感觉比较简单一点，就是买金块，这个应该叫金块吧。现在蛮惨的，要金融风暴了。有在看新闻的应该知道吧，股价都一直跌了。那这个就是活动，签到一下，获得了黄金。黄金可能能保值吧，比较不怕跌啊。限时活动，好，先跳过。线上福利就是时间到了就能领，有没有？再来是5分钟，会越来越久啦，可能最后是30分钟吧。手厨礼包。手厨只要1块美金就可以手厨了，可以得到这些啊。那如果你出多一点，是不是比较多？自选五星舰船自选。好，我们刚刚这边都没点嘛，他也没交啊。先看一下档案馆，档案馆我觉得是我们的图鉴啊，没错，陈列柜。
收集好之后应该可以得到这个黄金吧，我在想。对啊，然后军工厂看一下，改装我们的武器是不是？这是装备嘛？我们刚刚航空母舰有装备那个飞弹，改造工厂。改造的话，他没有教学，刚刚没有教，就变成说要自己来研究。那我现在因为应该是什么都没有吧，应该是不能改造。回收中心刚刚有把我们这个一个潜舰给回收嘛，可以分解一些东西。那这边有任务， yes, sir. 主要就是照任务走吧。然后上面感觉是活跃度哎、欸。这个啊，满足之后就可以领取。任务通常会有活跃度，鼓励你赶快去解这样。然后我时间已经不多，今天已经快结束了，有没有？我现在时间是凌晨三点多、啊，好像是大概凌晨五点的时候会整个进入下一天吧。因为我玩游戏大部分都是半夜玩。白天也会玩一些比较新的，如果是比较及时的采购的话，就是抽抽啦。那每天都会有免费的五次嘛，刚好说，今天已经用完了、喔。那这是啊，这个是好友啊，爱心的话我猜是好友，好友值。那我这个只有一张，然后这个没半张，所以我这个。可以花一张，我不知道十抽怎么样哎、欸。这是什么开宝箱啊？然后购买可能要花这个黄金，如果你没有的话，好不好？没错，要花黄金啊。反正就是台币变美金，美金变黄金。好，那舰队来看一下。这边应该是我们刚刚有说嘛，可以强化啊，然后会花这个吧，是不是？比如说这个451嘛，然后这52嘛，啊，有没有变少了？然后会花这个嘛，这是34嘛，因为它这个是 K 是千啊，所以看不来出完，反正就给它按下去对了。然后就30等了，然后这个也可以先升到30等吧，然后之后可能要长按林先生，我刚长按了、啊、没理我哦，按住久一点，然后这个升级需要这个啊，我没有啊，他50张，我才5张而已，有没有？他升级之后就不太一样啊。然后这个是宇春级，就是我们一开始两星嘛，很烂的，那也可以升的，很简单。它这个升级真的没什么复杂的，就升级，你挂机就可以得到这些材料吧，这些东西，然后一件装备，然后装备也可以那个，也可以去改造嘛，升级啊。刚刚不是有看到这边。军工厂这边，然后需要东西吧？那是什么？王牌组队赛现在没有开启。OK， 说起来，展开。啊，仓库空空如也，碎片，这可以使用是不是？获得这个三星元帅级，戈尔什科夫元帅级，然后市场就是用金币，用那个黄金来买东西，大部分都是黄金的，也有这个钞票买经验值哦。哦，那这个是看是什么币吧，荣誉币吗？还是什么币？不知道这是什么币耶。OK， 那战利品领一下。这个战利品只能累积，哎呦，
还会打到这个哦，还会给黄金哎，哇，那不错哎，真的假的？还会给黄金什么意思啊？主要应该是刷这三个吧，哦，啊来来，这是 AFK 是什么意思啊 ？AFK 是啥意思啊？已领取。随机掉落 AFK，、欸、不能点啊，还是已经过了、啊？还是说我现在挂哦？我现在挂这一关是不是？我现在挂在一之三啦、啊。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好、啊，这是通关补给。那我现在要打一之四，然后挂机，然后过来了，然后挂在这里，好战斗。了解了解。那就我现在三十级啊，没理由会输啊。你看对方才一级而已。有个 LV 三十哎，开玩笑，你拿什么属性相克啊？哎、欸，我的余孙戟怎么那么烂啊？被打那么多血，你不是三十等吗？哇，二十几分钟了，我们把第一关给通关好不好？妈，这边是地图，我现在是大战之前。在这个地方是哪里啊？这是北美嘛，南美，北美洲这里。地理已经忘光光了，黄老师。舰船强化这边也可以强化，我们可以让这个上来吗？好像不行，现在只有三个而已。好，先战斗吧。等级高起来就可以多派一些船舰。报告长官，有敌我识别信号。啊，跳过跳过跳过。对方有航空母舰哦，哇，四打三，戴高乐级。其实这些什么图标都没意义啊，因为我们都不能操作，不聚集。畏惧的惧，不聚集。哦，好，跳过，胜利。好，六等了，可以上四只了，那我们就可以去把刚刚那只给丢上来。通关之后给这个黄金还不错。好，第一章过了，第一章过大战之前，然后友军的炮口，开启新章节。那我们阵容调整一下，随便派吧，然后把它强化一下。这什么意思？现金什么挖哥用培养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点到什么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哦，我懂了，我这个是不够多啦，不够多了啦，不够多之后，他就会给你一个问答，然后你就可以来这边获得，是不是？好，不是问答，就告诉你如何获得。那我现在挂这一关哦，已经第二章了吧？四打三，不不，我觉得属性相克很没意义啊，反正都全部丢上去就对了，那也没有什么排兵布阵。有直升机飞过去，好可爱哦、喔、！OK OK OK， 通关。好，我现在挂一之一啊，挂二之一，然后改过来挂机，就挂二之二。那算是一款还蛮简单的战舰练习游戏啦，我觉得能玩就是收集战舰吧，然后也没有那个经营模拟的部分，没有那个城镇建设啊，然后你把机。把船屋啊或者什么东西改造一下，没看到，目前没看到。感觉他那个地方，我不知道
后面会不会多出来啊？我现在是没看到，就是俱乐部结果是转盘，我还是什么东西，结果是转盘，可能后面这边还会再开吧，哦，一些新功能嘛，慢慢开，新的玩法，那目前就这样，这边是阵容调整啊，然后先让福利领一下。再来下一个就是十分钟，然后我们的人物图像可以换吗？可以啊，你就算不管你选什么，男生女生都可以换啊，只要开启了收集到就可以换。好，我们现在换另外一个黑发，好，好的，那我觉得玩起来还算可以啦，一个简单的放置挂机的一个战舰游戏，然后是走写实风格的，然后那些战舰我没有个认得的。那就这样咯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